有请下一位达人登场。老师们好，做个自我介绍好吗？我叫郭远峰，今年36岁。你今天准备带来的表演是纸房画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小孩小时候玩的玩具，中国传统玩具。这个手工艺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。对对对对，我是第16代。开始你的表演。怎么样的变？72变。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，第二个字叫做摸它下边，第三个字你就摸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你就摸它右边，摸完它的上边，再摸它的下边，摸完它的左边，再摸右边，然后两手拉，一动往下这么插，你看倒着就能变，它叫彩虹桥，然后顶着就能变，它叫石拱桥，对折一翻它就能变，它叫芭蕉扇，缠着就能变，它叫孔雀花，叫做海棠一个花，叫做喇叭一个花，叫做麻花，叫做摩雀一个花，叫做磨盘一个花，叫做前后一个腰，叫做抖抖抖抖抖，打开了狮子大张口。这个贯口是流传下来的还是你创作的？在郭氏家族呢，从清朝康熙年间呢一直流传到我父亲那一代，贯口都是这样子的，用手翻，然后扭一扭，压住白纸的翻红的，它叫老虎口，它的两颗牙齿就在里头，再往后面一翻就能变，叫麻姑献寿攀桃花，往上面一抓顶着就能变，甜蜜的老鹰睡大觉，这里就是老鹰的小嘴巴，这两手的一掏掏两个，压住了后面翻出前边来，你再来看，你看看公鸡下个蛋。哇，我的天，我们是来自重庆市爱博花样奶奶艺术团，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成立了12年了，平均年龄就是60多岁，最大年龄是79岁。这个是我来的。知道我知道，刀马旦。对于我们算上了年纪的人来讲，我们跳刀马旦肯定是有挑战的，但是我们选了它。怎么说呢，它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新的这个文化和国潮。你可以解释一下爱博是什么？爱博，爱博就是爱拼搏，爱锻炼，爱展示。我们的梦想是挑战自己，我们就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中国大妈。你看把他给乐的，再打一下，哎呀。